一段 vlog， 了解一下今天登场的第一位选手，请看大屏幕。我是吉朗学院的学生 Hannah Fung， 中文名叫傅欢，今年17岁。我来自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港城市吉朗。我妈妈是澳洲人，爸爸是越南人。从7年级开始学中文，音乐是我最大的爱好。我从小就喜欢演奏苏格兰风笛和拉小提琴。我对中国的古典音乐情有独钟，特别喜欢梁山伯与祝英台。我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年的水立方中文歌唱大赛，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让我有机会向大家学习，不断挑战自我，谢谢。好的，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选手冯欢，我们来现场连线冯欢。Hello， 冯欢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冯欢，我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。啊，今天我为大家表哦，有今天我为大家表演有名的《一剪梅》。谢谢啊，一剪梅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准备好了。好，请开始你的演。谢谢。
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冯欢的。